折好放在每位宾客的座位上。二二八连假最后一天是结婚的好日子，晚上就有一组新人要举办晚宴。现在因为疫情趋缓了，其实最近在询问婚宴的真的人数变得比较多一些。度过去年的三级警戒，爱情没被浇熄，决定在今年步入婚姻的新人不少。农民历上的黄道吉日三月有10天，包括3号、4号、6号、7号、13、19、22、24、27以及30号，一整年更是有121天都是结婚的好日子。从过完年之后，询问的人数就比过年前还要多蛮多的了。业者坦言，因为疫情解禁，3月1号起就可以开放新人逐桌敬酒，宾客则是除了用餐之外，都要全程佩戴口罩。不少没结成婚的新人，赶紧选在今年初完成终身大事。业者统计，对比去年疫情最严重的时间点，增加了50%的宴客人数。把握疫情趋缓的时间，也要慎选宜嫁娶的日子来步入结婚礼堂。华视新闻社刘俊南新北市报道。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